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汪远找到林秋燕，死命把她拉走，到了安全地点。汪远大声斥责林秋燕太冲动，这样做不但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同志们不负责任。他完全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忘记了自己肩负的职责。林秋燕被汪远骂醒，知道自己确实太冲动了，他不让汪远跟着，自己落寞地走在街上。张子墨还是牺牲了，林秋燕哭得肝肠寸断，但是他再也换不回那个意气风发对自己情真意切的张子墨了。同样陷入悲痛之中的还有佩涵，他和张子墨一路走来相互扶持配合着，历经了多少艰难险阻，早已在心里把彼此当成了亲人。宋轶坤安慰悲痛欲绝的佩涵，张子墨深入敌营，忍受着误解，为革命做出卓越的贡献。他虽然离开了大家，但是他的大无畏精神永存。叔，你别吓唬我，叔，行行，叔好，叔好，你说我
识一下，我马上去医院。这不是见到了吗？放心吧，我没事了。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回来的？今天是我生日，我猜你会回来的。别哭了，这样不好看，也不吉利，应该高兴。不哭啊，不哭。那就好。希望有一天能够看你女装婚纱嫁给我。等回去我们就结婚，你就能看到我穿婚纱的样子了。你穿婚纱的样子。回南京看他吗？你还记得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会带一把家乡的土，这样就没那么想家了。
子墨深入虎穴，日本人周旋，面对所有的压力和屈辱，他都选择独自面对。这些年，如果给一个普通人，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对于子墨来讲，他一直压抑着自己心里的愿望，默默地为我党工作着。我曾经问过子墨。 对于自己的选择，有没有后悔过？他说：“对党的忠诚，以及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他的全部。我唯有这样一名战友，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他是一名优秀的工作。 我知道，你一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我也一样。这段时间，你和子墨配合的非常默契，为了摧毁泄密人计划，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他的牺牲，组织上非常惋惜。所以我们更不希望再有另外的同志。 像他也有深陷危险，上海的人我还没有结束，我不能就这样离开。李云同志，你已经暴露了，如果继续潜伏下去的话，将会非常的危险，必须马上撤离上海。记得子墨最喜欢牛虻里的一段话：如果你已经发现了牺牲的道路，发现了那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如果你已经结识了至亲至爱的同志，准备写就那些在暗中哭泣或悲痛的人，那么你就要务必使自己的心灵免受嫉妒和激情侵扰。要使自己的心灵成为一个圣坛，执掌，让圣火在那里永远燃烧。正因为有这种革命精神，我们才会更加坚强，才会矢志不渝地追求我们的目标，才不会屈服。 不会想着。组织要派我去哪儿？日军对华北根据地加强了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陷入了空前的危险与巨大的困难，在那边，你将会接受新的任务。 一样可以为我党继续工作，就离开我们，子墨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今回一網打尽にできなかったのは将官の責任です。どうか。 今回の任務は完全な失敗ではない。違うが、見つかってはないな。ジョンズモーが撃たれたとその目で見た。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その上、傷も軽くはないかと。私の輸送していた通り、一網打尽ではないか。思い切り調整をすきことができた。しかし、ジョンズモーには油断しすぎだ。 これほど厳しい警備でもう矢沢を止められんのだ。今回の軍刀を助けは何かおかしいところがある。我々が散布した情報を聞き、ジャンズモーを救いに来たんです。何もおかしなところはありません。
問題は救出前ではない救出中にある。さっきに切った一部分、お前が言っていた軍刀の臨場員だ。その後張子毛が人を連れて切った。問題は奴と一緒に切った車にある。閣下、奴らが軍刀ではないと。あぎわ、昨日も問題はきついただろう。もし軍刀であれば林中園と一緒に来ているはずです。ですがその後にランズモーと来た。その通り、それは別々の組織だ。まさか共産党。ジャンズモーの正体は共産党なのか軍刀か。簡単な証拠が上がるまでは簡単に結論は出さない。急いで調べるんだ。ヤツと軍刀と林朝炎の関係を全部調べろ。これは上海の軍刀と共産党地下組織、徹底的に殲滅に対してとっても重要な価値がある。わかりました。それからジャンズモの行方も調べるんだ。生死に関わらず確かな情報を教えてくれ。はい。そうだ、ジャンズモの出資、ジョウトンリー、最近おかしいことは見つかってないか。ジャンズモーが暴露してから彼は東亜銀行にずっとおり、ジャンズモーの仕事を手伝っているようで異常な行動は見られません。彼を疑っているのですか。彼はジャンズモーを監視するために送った人物です。調査しろ。はい。ジャンズモ夫人も姿が見えんが。自分の責任です。もう君のその言葉を聞きたくない。わかりました。我一直认为啊，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安琪吧，我们活着的人知道该怎么做。扛枪打仗保卫祖国是我们男人的职责，不是吗？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一个新政府，一个稳定的政府，一个有利于人民的政府？可以说了吗？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我们的将来，为早日把小日本赶出中国。爸，我要是不说就再也没机会了。不会的。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看见你穿婚纱嫁给我。你在我这儿永远都死不了。子墨，子墨，
不进你。ジャンズも射殺されました。本当か？はい。しかもジャンズもの背景で新たに判明した部分が。新しい手がかりか？はい。ジャンズもと林秋燕は以前恋人関係でした。恋人？こんな重要なことをなぜ今さら分かった？召喚の責任です。続けろ。資料にある機関によると、ちょうど林秋燕一家が滅ぼされた時、ジャンズ・モーは海外留学しており、林秋燕もちょうどこの期間の間のうちに訓練を受けています。やつはここは留学なんかではない。何か組織に参加したんだ。これで私の政治と一緒です。あの日林秋燕を救いに来たのは共産党だ。ジャンズモーは共産党だと？何の問題はない。奴は間違いなく優秀な特務だ。しかし将軍の前に敗れました。貴様のお世話など必要ない。失礼しました。朝廷の行動を監視しろ。天理院のところで奴の城を財政類するんだ。何か問題があっても朝廷には知られるな。奴はいい餌だ。軍刀はいずれ奴に接触する。ご賢明です。すぐに準備します。先不要着急，放心，秋燕不会做傻事。咱们去找秋燕。走，我也去。你别去，如果秋燕回来，你不在怎么办？一旦听到枪声，
务必迅速解决这帮人。明白了。餌を使わず魚が釣れると思うか。かか。では確実な網を張っていらっしゃるのですね。今唯一の心配は奴が来ないのことだ。刚才我完全可以把他杀了，为什么要阻止我？满大街的日本特工就等着你出现。如果山本能轻而易举地把你杀了，就不会来了。你不相信我能杀了？我相信，我相信能杀山本，但不是现在。你冷静点。我很冷静。好，我可以跟你冷静地去杀了山本，我不怕死。然后呢？但为他，你把这条命搭上，值吗？为了子墨有什么不值得的？那我们的任务怎么办？张子墨的任务怎么办？这一切都等着你去完成。
看什么呢？进去坐坐吧。 杀山本了？你怎么知道？不去杀就不是你了。但我没动手。当然没动手，要不然咱们就不能坐在这儿。你想告诉我什么？木斋也好，山本也好，都不足为奇。把他们给杀了。 还会有第二个木斋，第二个山本。你到底是什么人？和你一样的中国人，军统还是中共？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次是我刚刚完成了一次刺杀行动，是吧？ 我在想，要是没遇到你的话，会怎么样？你照样会逃脱。会吗？会的。未必啊。当时可能会这么认为，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未知啊。你想说明什么？正视你自己的价值。你我身上都背负着很多很多使命，很多很多责任。 你是在检讨你自己吗？算是吧。但我想与你共勉。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张子墨又在做什么？你们都有自己的使命。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要完成你们的使命。但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你放心。 那山本呢？我一定给你留着。谢谢。记住，一定不要在你的对手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动手。今天说的这番话，该不会早就准备好了吧？是的。如果我不来呢？你肯定会来。 我错了，你的意思是，我的敌人也和你一样把我算账了。你不觉得可怕吗？你现在的思维完全被你感情所支配，你在行动之前没有冷静地去思考你的敌人会去做一个怎么样的布局。 找到了吗？找到了。那他人呢？他说想一个人静一静。他是不是去刺杀山本了？已经没有阻止了。他说想一个人静一静，你就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啊！万一他又去找山本怎么办？放心吧，不会的。 这么大的雪，他会去哪儿啊？
秦牧君，觉得有问题吗？从档案上看，周彤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你我都清楚，档案是可以伪造的。那是，但根据卑职对周彤的观察，他并未跟任何可疑的人或组织有过联系。况且，此人心思缜密，身手也不错，所以卑职一直以来都蛮重用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张子墨身边这么久，怎么可能一点察觉都没有？卑职以为，像张子墨这样的人，能够潜伏到政府的高层，绝非等闲之辈，更不会轻易留下证据，露出马脚的。别说周彤，就连青木君，可能也很难相信，张子墨居然是军统的人。丁主任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完全排除掉这个周彤，不是吗？啊，是是是。如果周彤真的有问题，那卑职……哎，山本阁下对丁主任还是十分信任的，所以以后在很多事情上，请丁主任不要有任何的顾忌。明白。卑职非常感谢山本阁下对在下的信任。那就请丁主任尽快给山本阁下一个交代。是，卑职立即羁押周彤，并且亲自审问。丁主任，你不觉得你这样的决定有点过于草率了吗？啊？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何不利用他，网住更多更大的鱼？卑职愚钝，多谢青木君明示。快进去吧。好了好了，人回来就好。娟，先回屋里歇息会儿吧。我没事。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到，这段时间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人。周彤。子墨出事后，他的处境是最危险的。山本是一定不会漏掉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一直不跟我们联系呢？会不会已经出事了？不会，山本不会在这个时候动周彤。一是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他是我们的人；二，假设他是我们的人，不动他，就有可能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线索。还有，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周彤不愿撤离，他想继续潜伏，为我们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可是他的处境已经不允许他再留在那儿了。我要马上见到他，让他立刻撤离。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你现在即刻去斯顿书店。明白。你们两个分一下工，去我们之前怀疑过的地方取水样。是。是。
等一下，景山行长，您还有什么吩咐吗？你对张子墨这件事和他个人是怎么看的？我觉得很意外，同时也很震惊。至于他这个人， 就像和行长您平日里所见到和了解的一样，张副行长工作上兢兢业业，才华和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我只能说，我觉得很遗憾。不，不是遗憾，是很失望。你去忙吧。 你怎么没去书店啊？ 突然想起个事儿来，想跟你说一下，是关于周彤的。周彤，你现在不能去联络他，会有危险的。我没有不危险的时候吗？如果周彤已经叛变了的话，你现在去就等于自投罗网。如果他早就叛变了，如果他一直是他们那边的人呢？你怀疑他？不。 是谨慎，未知的情况太多，接触过他的桥本、张子墨都已经不在了，我们对他又不够了解。还有，张子墨出事之前，只有他在上海，他应该是最早察觉到情况的人。谢谢你，我会谨慎行事的。 暂时不去联络他，行吗？如果他的确是我们的同志，我能置他的安危于不顾吗？放心吧，即便是你担心的那样，他们也不会现在就对我下手。快去书店吧，同时向处座请示一下对周彤的安排。 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 为什么不联系我们？现在见面太危险。不见面会更危险。不到最后一刻，我是不会放弃的。他们目前还不会轻易对我下手。等到下手就晚。子墨的身份，你早就有察觉，是不是？是。 但我应该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我不能再让你冒险了，你必须立刻撤离。再给我一点时间。没有时间给你，这是命令。 是。这是你新的住处，原来的住处就不要回去了。 等我向上峰请示后，会尽快安排那些人过去。
请谅解。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我就会服从你的安排。随便看看。尚峰对你们在南京的行动很满意，并已嘉奖。谢谢。尚峰命令你们在一周之内摧毁上海的印钞基地。明白。方爹请示尚峰，如何安排周同？知道了。まずは奴を監禁します。自分から来るのだ。慌てて監視する必要はないさ。報告。入れ。孤狼前来向您报道。孤狼？什么意思？孤狼本身并没有什么意思，他只不过是木斋阁下给我的一个代号。好一个孤狼！还有谁知道这个身份？没有，木斋阁下告知过卑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现在木斋阁下已经牺牲，我只能前来找您。你觉得你今天能活着出去吗？当然。很好，我欣赏你的勇气跟胆识。但是如果我不给你这个机会呢？如果阁下不给我这个机会，那我也是堂堂正正的为大日本帝国牺牲，总比在外面被当作军统分子处置的要好。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谢谢。木斋阁下早在南满株式会社的时候就已经将我收入麾下，我军占领北平以后，木斋阁下命我潜入军统，待我成功潜入军统之后，又奉军统之命潜入了76号。你在军统的联络人是谁？孤雁，也就是桥本宏。桥本宏？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没有把乔本红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木斋阁下？已经汇报过了。不可能。如果你汇报给了木斋阁下，那为什么木斋阁下还要这么大费周折地去试探乔本红？因为木斋阁下怀疑大和洋行内部还有其他军统或中共的潜伏人员。你的意思是说，我也在木斋阁下的怀疑之列？在我们这个行当，谁在被怀疑之列都不奇怪。不可能。我并不知道木斋阁下究竟在怀疑谁，但青木君似乎不应该大惊小怪吧。你以为你说这些就能证明你的身份了吗？我并没有想以此证明我的身份，我只是想先简单陈述一下我的履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因为我在等林秋燕找我，阁下也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不是吗？张子墨身份暴露以后，他周边的人都会受到怀疑，而我必定首当其冲。木斋阁下制定的这个潜伏计划严谨周密，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但是一旦出现意外，我的身份将永远不会有人证实。因此，唯有行动成功才能还我本来面目，所以我必须等待最佳时机。但是跟踪你的人被杀了，你作何解释？那个人是林秋燕杀的，但这正是我要等待的时机。说说重点。林秋燕让我撤离，我答应了。她没怀疑你？她很谨慎，始终没有透露他们的落脚点，只是让我住在他们安排的地点。但我终于等到了这个时机，到时候我一定亲自给你奉上一份大礼。说说你这么做的原因吧。铲除军统林秋燕特别行动小组，告慰木斋阁下英灵。仅此而已？既然阁下洞察我还有所求，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统领七十六号行动队。胃口不小啊。人性使然。不过这段时间就不要派人再盯着我了，万一林秋燕发现什么异常，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好，你先下去。
この世に堂々と来たのは保身のため、倫理への代わりに。それほど純粋な目的ではない。しかし今我々には他の選択はない。このまま行かせるんですか、尾行をつけずに。安心しろ、自分から切ったのだ。消えるほどはない。もちろん完全に信じることはできない。今は十分な準備をしておくことは大事だ。たとえ危険を起こしてでも時間を無駄にするな。わかりました。这是我和志伟从吉原制糖厂、高恒烟厂、大同纺织厂这三个地方取来的水样。工厂附近有异样吗？和南京一样，一切正常。那看来山本还没有察觉到什么。把这些水样拿给阿山，让他马上拿去化验。是。哎对。大本営の電報によりますと、杉工作室はより精巧な偽札の製造に成功し、藤原紀子が届けます。藤原紀子は明後日到着します。本部はなぜ今回山本の作戦に協力させようというのだ。南京基地の破壊が関係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山本将軍と面会がしたいと伝え。はい。大本営の電報です。藤原紀子が明後日片枠を持って上海に着きます。藤原紀子はいつ上海に着くかわからん。安全保障の準備をしておくんだ。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ぐに準備してきます。ちょっと待て。閣下、南京の基地を軍道はどんな方法で見つかったと思う？自分もずっとそ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ました。しかし自分は愚かなので何も分からずじまいです。奴らは一体どう見つけたのか。たとえどんな方法にしろ最終的に見つかったのだ。とて上海の基地も危険な状態にあるって言える。閣下の言う通りです。しかし目下警戒を強化する以外方法は他にありません。もちろんある。教えてください。ジョートンだ。ジョートン。ジョートンの計画さえ成功すれば林朝彦の作戦部隊を取り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る。時間を稼ぎができるぞ。上等を信用するのですか？今は信じる信じない問題ではない。やつは取り付く機会が得られたのだ。わかりました。これは危険な一局だ。間違えば負けるぞ。两位请慢用。谢谢。最新研制的加超模板将由日军女特工藤原纪子后天送进上海。这是具体到达的时间和地点。这个信息来源的出口有几个？我这里和大和洋行的山本。我们这边行动一旦成功，你那边会有很多麻烦，你想过吗？放心吧，我能够应付。我已经约了山本，一会儿就去会他。自己多加小心。谢谢你的咖啡。
没想到这么多年，能真正跟你说句心里话的时候，却是在你的墓碑前。我想告诉你，我已经嫁给你了。 你知道吗？我想，他一定会知道。 你是他的上级，我是他的朋友。谢谢。谢什么？今天是他的头七，谢谢你能在今天来看他。朋友之间，用不着这个谢字。 说吧。 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子墨做的？子墨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们来做。你们不信任我吗？你冷静一点。我很冷静。你们需要子墨做的，我来做。你们可以不信任我，但你们必须信任子墨。我们当然信任子墨。那就请你们信任我。 因为子墨他信任我，我当然可以信。那你就答应我。他已经向组织上递交了你的入党申请。那我是。我们在等待组织上的批准。子墨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会去替他完成。那好。 那我现在命令你，等待下一步的通知，日后我给你做具体安排。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冷静。我现在很冷静。好。等等。现在并不是杀山本的最好时节。该死的人，我不会多留他一天在世上。 你难道不想阻止新美人计划了吗？你们有什么明确的线索吗？暂时还没有。那好，等我摧毁掉他们的假钞印刷基地，咱们再聊。你现在不能摧毁这个基地。为什么？后天会有一块新的假钞模板运抵上海，在截获这块新的模板之后。 你才可以摧毁这个基地。需要我做什么？配合我们，截获这块新的假钞模板。